2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旗一曼矿业公司重大安全事故致死人数增至21人，29人受伤。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心血站了解到，因事故伤亡人数较多，用血量大增，为保障伤员在救治和手术中有足够的急救用血，当地血站向社会各界发出了献血呼吁。目前，当地来自各行业的群众正自发前往血站进行献血。第一次来献血，然后呢，发现就是咱们这有事故，就是我们都是自发的过来，心里就是比较激动嘛，过来来这儿。但是就是第一次献血有点难受，但是，怎么说呢？为了这个做贡献嘛，我觉得应该是值得的。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义务献血的各界群众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和当地志愿者在午饭时间也难得片刻闲暇，加紧血液采集工作。据负责人介绍，目前采集血量已能保证医院救治伤员的急救用血。截至记者发稿时，血站工作人员仍忙于血液采集工作。在血站进行志愿服务的当地志愿者向记者介绍了当日献血情况。今天早上8点开始我们就来了，据和这个咱们血站工作人员沟通联系，现在的数据是来了大约有300多人，采的血50多份60份，下午还要再陆续采，安排的是3天时间，大致是这么个情况。